代表我的高中同学的一点。来，我们掌声来欢迎玉林。有人想上厕所吗？厕所在里面，请穿过我。喂喂，谢谢。我是林小萌。Thank you.
可是你没有记得重来，因为这人生就像那舞台，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。我们希望与你喝采，看着那节奏慢慢散开，快站起来，不要走开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摇摆，站在漆黑的舞台。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，一样在期也是我今年然后经过王明宏的引荐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。然后对，然后就是也是很遗憾，就是那个没有，就是跟张宏宏医师也没有交集到，然后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唱歌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握生命，然后不要让自己遗憾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你们两位可以休息了，可以不用可以不用把我带欢乐的气氛等一下 OK 好好好
没有，现在这首歌，接下来这首歌比较大家可以安静的听一下，对，加油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帮我翻个椅子吗？好好好，对。